你没有钱吗？我可以用身体还吗？可以。喂，你冲哪里啊？一巴掌抵1万台币。下一局。您没有钱吗？我可以用身体还吗？可以。喂，你冲哪里啊？一巴掌抵1万台币。下一局。有需要联络我。创作是一个好人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机会。林先生是从国外回来，我20多年的好友。他看到了这件事情之后，经过我们的双方的探讨，要不要跟他说几句？有个叫债务也没那么多，碰过是一个好人。